嘿、hey, 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木桃子的木鸭小铃铛。嘿、hey, 小伙伴们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斗罗大陆第五季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推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。上期视频咱们是通过了海神九考，挑战了食神跟海神，成功的继承了他们的神位。是的。还有就是我扁桃体发炎灌脓了，所以现在说话声音比较小，希望小伙伴们谅解一下。好的。那么咱们接下来走吧，咱们去神界。其实咱们搞错顺序了，在海神九考第九考的时候，咱们得先来到神界，神界这边有那个有海神跟食神可以挑战他们，击败他们之后就会获得那个食神之心、海神之心。哦，怪不得呢。你看这边全都是食神跟海神。对呀、啊，而且他们掉心脏的几率还挺高的哈。现在还可以升级，我现在是122级了。看一下，获得了一颗食神的心，123级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食神。摧毁。为什么才106级哦？乾坤造化丹，神界生物掉落，服用之后可以通过当前神之关卡，仅限1至8关。我这什么东西啊？造化丹。看一下神体，突破。2只脚脚，一个歪附魂骨。一个头骨，一个手肘，把没用的给丢掉。神界晋级，看看。哥，你说我再吃一个食神的心脏会怎么样？神底，哦，我获得了那个。神界晋级的经验，要挑战他们。好吧。要挑战他们。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地狱游。就那个什么乾坤丹啊。嗯。乾坤召唤丹。嗯，我以为是个地狱游。我这家伙怎么还不死？往上飞，往上飞，他这有岛屿的，上去看看。我要拿飞天香肠打他们。上去看看。哇，好大的岛啊！前面这个岛有一棵树。有一个亭子，这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。打什么 boss 的吗？哇，他可以踩一下踏板。没什么发生。食神。无事发生。看下一个岛。好高一棵树啊。这座山是什么东西啊？地狱岩，不对，那个地狱栅栏。哥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它中间有一棵树，它
他这个进不去啊。这里有什么东西吗？有个踏板。我进来了，哥哥。踏板踩一下是干嘛？干嘛的？这是神殿吗？竞技场吧，你进的是？不知道。斗魂场吧？不知道耶。哎，我可以突破了。我变成了二级，二级神底。要多少级才可以突破啊？他有那个，有那个，经验条的，经验条达到满了之后就可以突破了。哦。现在125级。可是为什么我的一点都没有啊？你不知道。继续往这个方向飞，这边是斗魂场啊。哎，不是斗魂场。哎，不是吗？我一直以为那是斗魂场，你刚跟我说了之后。这地形被破坏了，它这个地形不知道。来吧，咱们暂停一下吧。妹妹，你多少级啊？我现在145级。我149，我现在可以晋升那个一级神敌了。好的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些都给它清掉。好 ，OK， 应该差不多了。神敌还差一丢丢。我好卡 ，OK， 满了，突破，一级神底，变身时间可以持续一分钟，增加了30秒，我伤害也高了10000。是不是可以升到200级去啊？说不定哟，可以一级神，一级神底上面应该就是神王了吧？看一下，加油！极限斗罗150级，到了150级之后就好难升了。不过这下面。这食神跟那个海神刷的挺快的。嗯，是的，上面的话刷的很慢。我可以进阶了呀。你进阶呗。一级了。一级神底。来吧，升级的过程中咱们继续跳过吧。嗯，好的。哇，终于突破真神了。我现在是199级，好像已经达到上限了。可能吧。而且突破神底的那个经验也不会获得了。你看我现在打着百万年的魂兽都没有那个魂力了，魂力值了。Nice。我现在也是真神。应该已经达到上限了。香肠技能，等一下，设置，OK， 天香肠，咱们两个打一架。你在哪儿，哥哥？什么东西一直在拍我？我在这，我在你后面。去岛上去，看我的飞天香肠多可爱。你变成那个，变成食神，我变成海神，咱们两个打一架。我现在就是神啊。好 ，OK。来，准备好。嗯。变身，变了。开始吧。哎。
直接秒杀你啊！有那么点略微的尴尬，尴尬。不是，我直接就秒杀我，把你给把你给秒杀了。嗯，对。来吧，看一下不变成那个神体，咱们两个打一架，你是不是也会被我一个魂技就秒杀？直升的技能力气还挺大的，这家伙。等一下，我还是变身，还是变身状态。好，好，恢复了，来。OK， 我先让你。预备，开始。不用让我。你先用魂技啊。不用让我，相信我。一套魂技打了你多少血？没多少血。但你能打得死我应该。你打我都不怎么掉血啊。因为我就28000多的血量。我没有转世。我这个打你疼。但你好像不怎么容易打死我。哎。还在变成。变成海神，一个魂技就秒杀你了。你已经快被我打掉一半血了。你要不停攻击的话，我血量都没少。我又回血了，回了一血。哇，好卡！我快回满了，咱们就这样赤手空拳的打吧，不用技能，纯手打。你确定要纯手？纯手打我？我打你才280的血量，你防御好高啊！因为我用的那个，用的那些魂骨全都装饰上了。哼，哼，哼！绝了，你这人，哼！哎，我把我自己也插死了，神经病啊！还在这样玩的吗？我召唤那个是海神三杀技，把自己给插死了。厉害厉害，这波操作666。来吧来吧，咱们这个《堕落大陆》第五季就这样解坑了吧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拜。